对，我想往这泼点钱，这白胶多一点。白再多一点。多蘸点。对，多细点。嗯。你高花时候原来是大学没有。咱们画有几个，咱们画完它大概差不多。你要画这个大车是吧？可以再多画点。你要画这个小车，咱们画这么多太。那你要是那什么，这一幅画上边弄大串，上下边弄小串，你怎么布局应该是？都可以。有没有那个啥？你要是下边。不介咱们家种，咱们得不介不介家种，就也是家好家种。我是笔根叫它稍微重点是吧？笔根你看，因为老是把这笔根都摘掉，有的是挑半截是吧？这一根没有。咱都是挑半截，我觉得。你光往这三幅挑的时候，你是往硬处挑，这个都挑的时候。实际上这毕竟颜色基本上要重，是先重的。咱们还是要重啊。基本上没有比这个好的品，这样多一少的问题。对，咱们还得加重，是吧？不加加重。不是你的色里加了水吗？是的，我先沾点墨。就是鼻上加了点墨。就是鼻上的原来沾的水。它我那鼻不能太湿，水太多，水太多不行。你看，鼻你把它硬。老师，这时候笔尖就不要再舔那个白了，是吧？对，这块儿咱们都不要再加水，不会左右，不要那个偏沉了，是吧？光往这边放，这边不放也打了。首先，咱们画第这个葡萄时候，不要影响到这个，画时候尽量人看，不都拽过去，不然这基本上都停止。有的你看，它不要影响，如果拽不到，是吧？就拽拽回来就行。咱们画的时候注意，要是感觉到时候拽的不太好，咱们可以适当时再修，因为葡萄不是不能修。
现在冬天不要太大啊。基本都挺黑的，是吧？嗯，但是黑也不是那种天马。嗯，还用的什么？刚才往这边填，但是往这边要站的。嗯，要不能停多时间。对，边缘修的时候。稍微在那看一下这个立体，这种差不多这种手法都是应用在西方那种手法。
太多了，哎呦，我以为就是什么？我说他们的话太多了。我以为你说到说话。我没听。话都先说，跟他们说话。话的也不少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师这点子，不好的，你不穿衣服画的不均，你不能光那么中间十字招的两个大块儿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会儿那叶子、桃花什么都给弄，都弄上吧，不弄那不行。最后老师两最后对老师两口就补上了，肯定得弄上。对，但是那个今天多少专业课？别，你上课都弄了一点块，不上来了。是，这没意思了。在那块儿不是，反正补的也快，还是弄一个整幅的吧，构图的结构了什么都有了。没事，这帮人接受能力强，都能接受了。肯定得这个，肯定整幅。画不画整幅？啊，我们是读研究生啊。就是，你这一幅画，这两串了，还有再给弄一两串不足的，还是怎么的？还弄一串不足？不着急，等一会儿还得画幅度，画幅度对，快，对，它快，写几笔就几笔就那个颜色，老师几笔就啥？反正没事，你接受能力强着的。你下回拿作业都是那什么整幅画的，都是精品，都不是都是整幅画，没有那谁拿那几串葡萄来。上次你拿了，买几串拿了。那老师那个发到网上，那不就买了几串，放到网上了，那真能吃的看。
一看真相啊、哦、真相的能吃的绿的啊，不是那个绿的是一个那什么，就在那一起画的那那几串、嗯、一看就是能吃的，这真是从就像从树上刚摘下来，看着都好吃。你先收拾一下这个细活啊，那后边那个偏房是可这么的就出力了，这是用的木吗？是深的那个深，哎，深的啊，不是纯木，不是纯木，现在都用不用纯木，都是这个基础上会加土，绿汁儿，还是挺黑，但是不是绿汁儿，深的不吐出来。嗯，不是，对，那空儿。这实际上的话，确实是也有一个空隙。你肯定也是分步骤的，对，一块儿画，开始了分的间隙，然后这个间隙的是吧？然后从画画说明后面还有空隙。那个虚蛋画多少时候？它是一个弄下来，当然它是一个，但它画的比较密。也是老师，你一会儿看真的糊了呗，老婆糊，老婆糊，刷，还一挂记不住，还记不住。老师今天在课堂不是说了，他二次加工的可能是。加啊，他不好。哎。真腻。太腻我那事情啊。像咱那种工作人员，月儿。等待了。不画画，不外串，不外串，对，因为大脸面的地方是一样的。嗯，我见那个那个那个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。神仙的，我见他那就是那种妹子，妹子真是什么什么，那刚摘不一样就在上面长了，特别漂亮，就不知道怎么画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你看徐建说话。怎么回事？不是那没人，那怎么弄出来的？但是这个不出来，切了，切了，南彩圈都没有。哎，老师，这个点漆有规律吗？嗯，想到这个，原来我是往里边，稍微往下点的，那点。漆不是涂抹哈，也不是喷的啊，也是在那水。嗯，漆，一个月，然后一个漆，侧面漆，漆成的漆，色加墨。这个一盘的正面，不用画，不用画。嗯一般在咱们大老师那个后面那个，就是不会教会徒弟们会不能自使出来。学生笨，学生笨，这本人都笨，最牛渣。你这边有时候不能加上力气，也得咱们心情也得收拾。收拾吧，从来就不收拾。你从来不说这不对，不要想着上面那个显示台，第二天买来的，中间里边都看不见。再动一下，还往哪画？咱们多画几个，知识比较实啊，多画几个稍微细一点的，说原始也不错。
咱们那个远近细事都得有。那这个画面的布局。就是在厅里画的，在厅里说是。确实也不好掌握，对，太阴的阴的特别快，不好掌握。老师这速度，要咱们画对应的一条。这个是蘸水表现的啊，太黏了。Thank you.
是实际上是咱们酸菜的稍微更便宜的。
现在一有三四片葡萄，连上吧，连上吧，老师，连上吧。你连上那空气不太好，因为咱们主要是好葡萄，得考虑到那个蒸汽空气。连上的你一布局不就行了？干净，对。嗯嗯藏着甜的都是可以，咱也可以放点白糖，那颜色比较好看，是这么多，好难的。
对，像那个葡萄就是，咱们你像作为一个构图，那绝对不好看。你别好意思，因为它在某些题材，我主要是表现这个葡萄前后这个几种表现方式吧，是吧？一个是发着绿的，发着紫的，发着这个原说后边这带的，发着这种绿的，是吧？不是有这个牌子有这个颜色，我种出来就是用来行了。嗯，要稍微深点种。主要是画个烂的装起来吧。这个画烂的装，估计烂的也画不烂的。小呗，画个小烂，装蛋，装多点儿。哎，把左边的葡萄扔到外边儿。你看那个光影上多好看。对，左边的葡萄扔到外边儿，那边儿。画个小的。真是一幅画。哎，这个像一幅画。这葡萄都出来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出来的，好看了吧？放到哪里行，你像这个带葡萄都不好贴本，其实就是说咱们画的时候我没考虑这个，但是你们愿意就加这个，你有画带子也可以这么画，是吧？嗯，行了。嗯，这个就画个心吧。画个心儿，再不要画。嗯，挺好，画一心儿。哎，这些框顶用不用一个那个檐儿啊？啊，用点这是吧？不用这是，这个咱们都是木头，就都用木就行。嗯。嗯，因为这个框都弄些贴合的，这都是，要不这个又得贴合，又得红的。嗯。没事，这个前面那个叫葡萄牙是吗？对。你要了葡萄也没关系。你说这果然的，你说完了不能没事。嗯，这也是假的啊。嗯，挺好，这个挺好，这个、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呀，这个这两盒铺的太高了，你要按照篮子放，应该是四百多少这个。咱都这么表现吧，就说话术还是刚才那个不高不高，那不低，还有我这个那个。